you. 拜拜。耗时接近七小时，我终于抵达槟城了。对，老蔡去哪里？老蔡要去跑槟城马拉松，槟城桥马拉松。然后刚才是3:30从 KL 出发，现在10:30终于抵达 KL 的 hotel 了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然后现在要先简单的梳洗一下，然后不想出去啊，本来想出去吃东西，然后现在就不大想出去吃东西，简单的梳洗一下就准备休息了，然后明天早上再去吃槟城美食。ini biasa memang ada gas pakai mah. Oh. Ini beli pakai mah.Boleh tahan 50 kilo 啊？啊，不对。对，我们现在乘坐 hotel 提供的脚车出去吃早餐。我的脚车很危险啊，它没有塞米勒，我看不到后面。哎，这个是老城区。有人呢。一早就准备好了，现在才9:00，他们就准备要去跑了。到了没有？没有，还有200。还有200啊？这次去200啊？嗯。下面，消耗没有像快哦，人哦比较快跑。阿三不错的。来跟你说呗。刚才那个下面个人就觉得马马虎虎罢了啦，然后有当地人介绍了一些比较好吃的食物，跑完步会去尝试一下。现在我们离开槟城本岛，去大三角对面北海大三角那边吃鱼头饭，10公里就在这边转头了，等下42公里的要跑过这个桥。这边才20公里，所以跑到这边才20公里哦，还没有过桥顶哦，这个是一个斜坡哎。好，过了槟城桥了，我们要去吃饭了，走。啊，我又回来这边了，学长的店。学长很忙啊，在卖这咖啡机。吃完东西，喝完咖啡，我们现在回去槟城了。今晚吧，就是明天凌晨就会跑这个桥。这段我相信我一定是用来走的了。第34公里，还是撞墙了。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11:02，完全没有睡到，要下去啊那个巴士站。搭巴士过去那个会场了，1:30开始，然后跑到明天早上，晕哦，整个晚上没有睡到觉，不懂怎么办。哎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出发。现在天空有下一点毛毛雨哦，这样也好啊，至少感觉上不会太闷热了，那就保持这样的小雨就好了。我已经到了这边了，但是我的朋友还没有到，那样子应该是这边上巴士过去会场吧。等一等，好像有快到了，那边很潮哦。那个巴士站有很多人，有些在这边睡觉，有些在这边，你看我看你。OK， 我们2个人，你给完全付了。20块给完全付，一次过啊。好，给你啊。可以的。没有的，4个人，谢谢我。下了巴士，现在走路去会场了。啊，很想睡觉哦，可不可以下大一点，然后打雷，然后大会取消比赛，我们回去睡觉。乌鸦嘴。有的拿没得，又有的拿不出去。成绩我们下次才发工资。认真啊，人家看到没有？认真啊，这个叫。哎，这位大神认真啊，写在手上啊，
他是怕什么？怕那个我们手表的 GPS 不准啊，所以他现在是对回啊大会所标的 kilometer 跟他手上的时间，就手表的那个时间秒针的时间来对，看他跑了多少 km， 然后他要快 sub 4里面，这个就是认真的，认真的。我们这种应该没有鞋的，我们是来玩的。你要回来高德里来吗？高德里来吗？啊，高德里的027的零二七。OK， 就这样吧了，谢谢。And all who are part of the success of Nambridge International Marathon, so we present to you.救命！已经跑回来了。19.5 的水站过了，现在我们要上桥。上坡。终于得到桥顶啦！哇，现在好兴奋啊！That's the motto. Four kings
公里啊，还是公里啊，还有12.2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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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已经跑了，已经跑了3个小时21分，没有力，剩下最后的10公里了，加油，32公里，第34公里，还是撞墙了，顶不住了，还有8公里，休息一下。我们车跑光，好了 ，OK 了，好了，没了。好，也是一个就很差，回来吧，没上吧，人家说跑很多东西啊，你说跑很多。最后一公里，最后一公里，哇、哦，啊，漫长的行李，那个脚终于痛了，哇，最后的100米，干！Thank you.
你記住攞條命嚟搏啊！小十二，弊啦又真嘅，細楞啊，細楞啊，細楞了。风景不错哦，跑完了，跑完了，今天跑完，是不是我说要出什么样的成绩啊？我做了一个三块，现在要准备睡觉啦。我今天算是扛不了。不过在最后两天的时候就非常的太好了。好了，那吃的吃的好完了，下次再见。